小心你爸。爸呀，没踢着你吧？这踢着不踢着倒没事，你这干啥呢？这在家哈哈的。咋了？吃啥东西不消化了？啥不消化？我练女子防身术呢。哈，哈。不是你练那玩意儿干啥呀？那万一我走夜道的时候碰着坏人对我图谋不轨的，我就哼脾气咔咔碰。行了，孩子啊，记住，对咱图谋不轨的那个人，不一定是坏人。但他肯定缺心眼儿。你想想咱这体格还用什么术吗？一屁股就把他坐死了。不对呀，爸，那万一碰上像你这体格，到底谁坐谁还不知道呢。行，你一天到晚够累的，有这功夫睡会儿觉歇会儿啊，别整这黑哈的不行。哎，爸，我一点都不累，就算这女子防身术用不上，那咱可以当健身了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，多好，对吧？啊，来，我教你，来，你摆好了，我教你女子防身术啊。你教什么？女子防身术。我跟你学女子防身术啊？对呀，万一用得上呢，爸，你看。你放心吧，肯定用不上。你上底下打听打听，从古至今，谁听说过60、70岁老头子走在街上被人非礼了？哎呀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范爷爷救命啊！哎呀妈，小倩儿啊，快起来！哎呦，你咋的了呀？这是啊，咋回事啊你啊？你被人非礼了？没有，咋？门口有个卖碗的，要价20000。人家要20000，跟你有啥关系？咱小区张奶奶相中了，要买，我就多了一句嘴。我说张奶奶，你可得看好了，这玩意儿是真的是假的，别被人给坑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也不算多嘴呀，你不怕张奶奶上当受骗吗？张奶奶听完这句话不买了啊，卖碗子急眼了，在后边追着要打我。那你跑你家，你跑我家来干啥你呀？我爷没搁家。孩子，你做这个事儿没错，你爷不在家，范爷爷替你顶着。对，我怕你顶不住啊。我什么顶不住？咋的，他比我俩还胖啊？胖倒不胖，就是那腿啊比你个儿都高。哎呀我的妈，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？还比我个儿都高，我怎么那么就不信呢？我看他到底啥。哎呀我的妈呀，哎呀我也不找你，你下面干什么玩意儿人呢？哎呦我的，不是那个大兄弟啊，没啊，那个有话你坐下说，请坐。我站挺好的。不是你站着我看着晕，你这假如这个头比我血压都高。慢说话不中听呢，这血压血糖呢，你这那人跑哪儿去了？哪个人啊？就刚才想走走，这腿倒挺快的，就他。啊，你是说刚才进来那人啊？嗯呢，你找他干啥呀？找他事儿大了，我找他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说什么事儿？我门口卖完，哎，他挺好啊，这老太太，我就那什么玩意儿，就准备着他过来，啪一桌，老太太打，我说走了，我找他，我就这钱。兄弟啊，你在哪儿撸串把舌头烫这样啊？我说这个你我表述的还不是很清楚吗？就是我想认真聆听一下，你一个字一个字说啊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我就慢慢给你叨叨啊。怎么事呢？就是我门口我卖碗啊，然后呢老太太看上了我，挺好生意是吧？20000，完了老太太准备掏钱，她唰的过来以后嘛，得老太太走了，就不买了，我得找他，老太不买碗，我得碗卖给他呀，我得。不是，我明白了，那老太太不买碗，你找他干啥呀？不废话，他搅和的，我不找他吗？不是，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？哪有你这么做买卖的？你这岁数大，说话不中听，谁是不是你干啥的？你替他说话呀？我就替他说话了。我是他岳父。岳父是啥玩意儿？我听说过岳母刺字，那
岳父吃什么玩意儿呢？纹身的。你是人，看样没少打光棍，连岳父都不懂。那个什么岳父吧，就是媳妇儿的爸爸，泰山，老丈人，老丈眼子，明白吗？早说不明白了吗？都是一家子的，妥了啊！那就找你们家了，拿2万吧。哎，凭啥让我们家拿2万呢？废话，你家人这么搅和，这2万块钱没了，不找你要谁？行行，你别着急哈，你是不是卖碗？嗯呐，不是什么碗值2万块钱呢？现在买一个盆才多少钱呢？你什么碗值2万？你拿来让我看看行不行？要说我都不爱跟你这些没文化的说，你还什么碗？这说瞎了，你古董青花瓷，青花瓷。听你这个称谓，这个东西不像碗，像个澡堂子的名。你现在这胡我说我不懂，那叫花青瓷。来，兄弟，正点。你把你那碗拿出来让我看看行不行？真金不怕火炼，你看呗，这玩意还来，瞧瞧瞧。不是，你放那桌上。哎呀妈，行家，持器不握手啊，这都懂啊。来看看吧，来我看看去。不是，我说实话啊，我看你这个碗，不像青花瓷。什么玩意儿不像的？你仔细看，你看这款儿。大清康熙年制，这能有假的吗？有这个款儿，它也不能说明是真的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我看像假的。什么是假话？我这假的，我这他这不了解我，就在这行子里头都知道我这干啥。你看这带着玩意儿是吧？你看这，你看不是你说简直，你闻闻，你闻牛黄解毒丸呢？什么玩意儿牛黄解毒丸？陈强，你还拿这？哎呀妈呀！我这看上这，气死我了！这都。不是你那个东西真假跟我没关系，但关键你说你这碗，你这碗我看真不像。这么的吧，我仔细检测一下行不行？你扯呗，这玩意我都说了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扯。不是这碗我这声音是不是很清楚，很悦耳啊？这东西最好别拿手摸，这么的吧，那个。我拿点东西垫上啊，是不是你这碗哈？嗯啊，嗯，我检测一下，这东西还不好拿，你这东西检测这玩意儿这是，哎呀，专业活儿，哎呀，这碗我测测啊，我听听啊，这不听着很悦耳啊？你现在说吧，你这碗真的假的？不是说了吗？真的，这玩意儿还有假？你看着我眼睛说，我看哪儿？我都敢说呀，还看哪儿？说八百，我敢说真的！哎呀！哎呀妈！哎呦，碗呢？碗啊，砸碎了！哼，这回真的假的？看看，你别说青花瓷，你看看，我看看吧。这连瓷都不是，这就塑料。不可能，塑料咬着有印儿，那个瓷器是咬着拉嘴呢。你咬一咬吧。